Hello，亲爱的小伙伴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视频。王者荣耀作为一款充满活力的手游，特色之一就是频繁的更新和优化，而英雄调整也包括其中。随着赛季末渐渐接近，当前版本哪些射手上分更为强势呢？下面就一起来看看公认最强的三位射手。第一位，虞姬。虞姬是一个有强大爆发和消耗能力的射手，他能够瞬间打出巨额伤害，而且还有远距离的输出技能，消耗能力也非常出众。强大的爆发和免疫物理伤害能力让他不惧刺客英雄，能在被突进的时候灵活躲避，甚至反杀对手。二，狄仁杰。狄仁杰在这个版本又被称为真战士，移速快带解控，很难针对和秒杀，加上前中后期都伤害爆炸，打谁都贼疼。走边路对线战士，对方常常只有挨打的份儿，所以遇到对面是狄仁杰，几乎所有上单脑子里想的第一件事就是换线。三，后羿。后羿在这个版本伤害也是相当恐怖，后期战路几乎没有射手能赢他。就算是狄仁杰在大招没晕住的情况下，也是敌不过后羿的高额输出的。加上峡谷屡禁不止的养猪流，身为猪热门人选的后羿，自然就成为峡谷最易上分的射手。以上就是公认版本最强的三位射手，喜欢玩射手的小伙伴不妨试一试用他们上分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儿，小伙伴们可以关注我们，喜欢的话可以点击收藏或者点赞哦。下期见，拜拜。